你以为只有营销号会玩梗吗？这些可都是正牌的蓝 V 官号。都说官方玩梗最为致命，军工官号玩梗更是惊人。北海舰队紧跟潮流，一手恐龙庞龙大秀肌肉。中国军工一手向云端火箭升天，向云端。中国船舶玩起了蹦蹦炸弹。正想说这些梗都太前卫了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。中国航天报就来了一个花开富贵，马上获得了老年朋友的点赞。大极了，实在。有网友喊着要报警，然而警察叔叔却说不建议报警，已超出能力范围。还有网友说就剩央视是正经官方了的，结果马上就刷到了央视军事。谁在胡说八道就给他一电炮。老外一脸懵逼，背后疯狂解读， CPU 都干爆了。都说了官号不要交给00后，这下好了，一发不可收拾了。